大家好，我是艾菲，为您播报1月22、23、24，也就是这个周末和下礼拜一的周末运势啊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有摩羯座，这个周末呢是桃花上门的，喜事不断，把握幸福机会。金牛座的朋友周末适合逛街购物，喝下午茶，美食的聚会。天蝎座的朋友这个周末享受美食，心情愉快，没有压力。周末两个星座特别小心，分别是巨蟹座的朋友啊，遗失手机钱包，心急如焚；狮子座朋友呢，周末还要加班啊，身体疲倦，睡眠不足。各星座周末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：火象星座请你用红色数字8，土象星座请你用棕色数字3，风象星座请你用银色数字4，水象星座请你用蓝色数字7。